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非常轻巧好用的移调夹。如果你拿到一个新的移调夹，我们只要把它打开，然后这样子轻轻的扣上去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紧？如果还没有紧呢，我们就是要调整一下位置，以及这里还有一个旋钮，可以让你转松或者转紧。然后如果已经夹好移调夹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弹奏。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它的后面，这边基本上是完全不会去影响你左手的移动，然后也不会造成你左手任何其他的负担，就是一个非常让你觉得舒服的移调夹。再来呢，我们要看怎么样把它取下来。取下来的方式跟放上去的方式一样，都非常简单，只要这边轻轻搬开来就可以拿下来了。所以这是目前我用过最轻巧最好用的移调夹。